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再一次来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道路。谢谢你透过整本圣经来向我们传达你有多爱我们，你的恩典乃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清晨，美好的清晨，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你。来颂扬你的圣名，因为你是配得颂赞的神。求你亲自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十架上的旨意，救赎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使我们的一生主要都被你所更新的，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也感谢主，用你的慈神爱所将我们牢牢的抓住，使我们的生命主要因着主耶稣基督你从祸坑里面把我们救上来，主要我们就能够紧紧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来依靠你，来认定你。求你亲自让我们的心能够贴近你，求你的圣灵时常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贴近天父的旨意。求你亲自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来恳求主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在幕后都能够有指望。感谢天父亲自安慰我们的心，当全世界都否定我们，都不看好我们的时候，主啊，唯有你将我们捧在你的手心当中，视为珍宝，就好像眼中的瞳仁一样。谢谢主耶稣基督，你在这美好的清晨再一次的浇灌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凡有劳苦重担的，主啊，来叩门的时候，你必为我们开门。当有许多的一个病痛，不管是身心灵上面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解答。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摆放在你面前，求你亲自来掌权，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整个会场。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排列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恭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约翰福音15章。